受到这个彭先生的感召，所以我们也很努力，我也要求一定这个是文字局提出说啊，这个能不能让当作为一个展，那么我马上就彭先生同意。是王德禄，福建省台湾府芝罗县人。我都用投影机多媒体的方式去呈现出来，比较生动，比较有趣，不像在上课。那你可以接到就是在船舱上面的感觉，载浮载沉的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二楼的设计都很好，那二楼还可以有看影片，就像那个镜台学徒，它很像那个清明上河图，我很喜欢。红安船船行至山木门。